长姐出身的港星刘演妮外形甜美亮眼，素有嫩版徐若瑄的封号，但最近却突然宣布退出演艺圈。她近日参加真人秀 G1 歌德会，漂亮的脸蛋被打成猪头，手指韧带也严重撕裂。时隔五个月，回想起对手毫不留情下重手，依然有阴影。二日在脸书宣布退出演艺圈。你人生会有几多次遇到呢一类型嘅节目或比赛？咁我好想喺年轻嘅时候有机会挑战自己。刘演妮参加的节目是香港一个新的真人秀，主打女星格斗，但没想到却遭到对手朝脸部暴打，不仅让她身心受创，也引发很大的争议。参加得呢个比赛，我都预咗攞块面出嚟系会受伤。我对唔住，其实我唔好想打你噶，我留咗手噶啦，已经咁，咁我真系人嚟噶嘛。漂亮的脸蛋被打得像猪头，包括刘演妮本人在内，几个参赛者都觉得对手刘美妍出手很故意。我觉得如果下下我都感受到是打我的鼻同埋打我的眼的话咧，其实系对我嚟讲都系几大嘅阴影同埋几大嘅伤害。受访当时刘美妍就站在她身边，脸上写满尴尬。而刘演妮五个月后决定退出演艺圈，却再度引爆真人秀博收视是否太过头的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